在那边干挣扎了，好不好？够了，哎、欸，干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啊，睡甲，睡甲踢进一个 ，bug， 谁输了？我输了，他输。哎 ，yellow 赢诶，睡甲 yellow 啦。本来这游戏就这样啊，没变。有啊，有变啊。哎、欸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怎么了？这什么？啊，怎么卡住了 ？bug 啦。哎、欸，而且我怎么65分啊？打 Q 打 Q 打 Q， 小心也要 Q， 等小蓝天就赢了。小蓝天 Q， 打几 Q？ 哎、欸，擦鼻子，我要下去。你要去干嘛？你要玩什么？没有玩啊。嗯，你没有玩啊？你要睡觉了？啊，这游戏 bug 了。没有。白痴，盖子在帮我，在这在帮我用，然后我会顾着玩，这样没水准，干脆不要玩。你敢讲？这种东西你敢讲？盖特很，盖特绝对 是欢喜的在做啊。不一样，感觉不一样。跟你讲，这游戏 bug 啦 ，bug 啦，游戏 bug， 妈的，这分 game 别玩了。重录一下，白痴哦。我看一下还有什么，现在好像游戏就那样了，我看一下有什么。这个游戏就那样了，好吗？游戏这么少，我有一个，我有一个新的，看你们要不要玩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我们还要邀谁？还有谁可以跟我们一起玩？欸，为什么流传下线？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先试试看这个是什么？想当年我 CSGO 足球，一个人过对面三个人。你说按着血斧子大跑啊？说到这个，好饿哦！我等一下要吃什么？麦当劳。除了吃屎跟麦当劳以外，还有什么？牛排，夜市牛排，夜市鸡排，夜市那种牛排面鸡排。那夜市鸡排你觉得怎么样？妈找得到也是。营养三明治。这怎么玩？哎、欸！操你妈！干你你呀、啊！刚进来。哈哈哈！你先捋一下，先捋一下好不好？捋一下啊！好，大家知道怎么玩？一个人控制一个那个 bot， 格斗天王乱靠。啊，要开战了，来了，准备，各位观众。怎么控制？喂嘿！我操！干白痴，谁在打我啊？操！我操，跟你讲。我看，这怎么控啊？我操！干！不要一直敲我！哎，他妈谁在敲？跟你聊！打到小了，击败！我他妈！右勾拳！牛津！我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我一个左右拳，轮转位移，轮转位移！不要打我啦！不要！轮转位移！等一下！干你！他到角落了，先围攻他，围攻那个红色，轮转位移，打我啦！鸡巴友，那个先嘴他，操！妈的，到底想怎样啊？干你娘！我到底在看？我他妈怎么被挥了一记？很难控啊！你们到底怎么？怎么跟谁打这蓝色的？哎呦喂！哎，你是干我的屁股啦？刚他！妈，这游戏要怎么赢啊？打梅西啊！你们在玩这什么垃圾游戏啊？我的肚子很痛。臭！怎样？我干我！奶死！完了！我要先看 K 七啊！你他妈谁在那边给我那乱搞？操你妈！我直接真人下来 PK 了。你他妈可不可以不要来乱搞？给你死！敢给你们死！我还不他妈一拳锤爆小蓝天！给你死！别死！搞我！你要搞我闹啊！
白痴啊！你他妈，你给我放到我白痴啊！你不要动啊！白痴会扣血啊！废话，当然会扣血啊！妈的，又干你老，又下来又下来，干你老师，卡住了、欸、白痴，还有两个 bot 哎、欸，挑战几天？挑战几滴啊？八十滴啊！我只有五滴。那、啊、现在嘞，会扣血吗？会啊，会一直扣啊！你说你不要去打、啊，白痴！你真的是被我敲爆！你现在就想要报仇？哥哥，轮转会操你妈！哎、欸，没有啊，我还五十滴血，就五十了。你不要卡我，要打他们两个！我靠，然后怎么被扣掉？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五十几滴血，我就下来了。啊，他就是这样子啊，他打完就会变成真人下来格斗啊，然后就会下来啊。哦，我操！真假？真的，所以你现在可以砍 bot。这部分快、啊，你直接注意好，你可不可以把 bot 踢掉、啊？可以啊，只有把它踢掉好了。MP 不是打别人。哎，干嘛啦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操你妈！操你妈！操你妈！欠干！靠腰，我怎么倒了？白痴啊！干你娘！干你娘！击败！干你狂上桥！干你狂上下！干你要不要两个一起打我好不好？超北蓝的、欸！今天两个一起打的，操！我本色不一样！干你娘！哎、欸，我怎么他妈也被打？我压着打两个，先打他，先打他，不好意思，先打他。你他妈先打我，先打他，跟你一样，真小。打错，打错，打错。先打他妈的绿色。打错了，打错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打错，打错，别怪，干你娘了。我打错就打错，我他妈打你。干你娘，你夸小了。白痴哦、喔，我一直努比，不要夸小了，你先夸小，嗯嗯。哎、欸，等等等，好，这样休息一下，很累，很喘，走开，走开。我干你谁？干我！慌了脚，慌了脚。哎，干、欸、我到死亡角落了！死亡角落，飞起来，飞起来！你不要阻止我，你、欸、干嘛啦？打黄色那个弱智啊！我他妈肚子很痛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捶我？快点帮忙，帮忙！欸、好、啊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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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亡角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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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我操！你他妈一直推我，我是这样。欸、打我、啊！我一直撸币，这很难控。不是你现在救我啊！我被打了。你不要打我啊！但先打那个绿色，他血很多啊。你妈血很多啊！我把他卡住了，揍他，揍他！小蓝天，不要这样！完了完了完了！真人格斗。为什么我这么容易就倒啊？这游戏，这么大都很容易倒吧？看我一，哇，一波就倒了。反正那个，真的吗？你们看不？我赢了。还没赢啊！下来 PK。No， 这样玩好，没了。你们要快点要玩。分给。我之前有带鱼哥玩过那个吗？玩什么？你说那闯关？闯关的游戏啊。有啊有啊有啊！啊，小蓝天有吗？小蓝天好像没有，没有吧？跟玩过之后就再找别的，好累哦，好累，放音乐给你们听，玩的好累哦。娜娜要一起玩吗？娜娜黄一体，一体妹妹，哇，他关台了，对，关台哦，那个俄罗斯老塞。先买一把刀送给他，然后上面签名就签 HR。不要闹好不好？哪天他把我的刀卖了，我就心碎了。签HR上面，然后送给别人，拿去抽。玩啥？自己再抽回来，抽赞。等一下哦，你没有想要玩什么类型的工作坊吗？我什么都可以玩，只要不是智障组就好。不要智障，这不是点歌吗？点歌，
可是都是智障图啊。不是啊，就是那种很奇怪的智障图，像那个小游戏派对，刚我就觉得蛮智障。你就下班了，天哥。刚刚那个就还蛮好玩的，刚那个真的超赞。好赞！我要找哎、欸。小蓝天什么时候被狗干了？你不要听他乱讲话，他有病。因为小蓝天受困于我们。哦。然后娜娜因为爱不到就那个、啊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就是爱地北丢，就毁了你。所以娜娜就是属于那种爱不到了。三号星期五就很像那个 Day by Daylight， 另外一个很无聊啦。那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那游戏很无聊。干，我想要去玩那个 RUST Rust 的，那先买。Rust 好啊，不，现在先别买，现在先别买。干嘛？再过特价，再过两天特价。多少啊？不知道，那很久的游戏了，应该可以到50%吧？我觉得，可能游戏因为玩到后面不是都是国人开外挂吗？真的？那游戏有什么外挂？你看，瞬间爆头啊，瞬间移动啊。Oh fuck！ 那种生存游戏就……喂，怎样，点哥？难得会玩。现在不知道，你不玩了。明天才，晚上睡觉了。我说明天才工作。啊？我要哎，小天，你要买车啊？我要去卖车了、欸。什么卖车？我要去卖车了、啊。卖什么车？就卖车子啊！卖什么车？都什么车都有。嗯。你不要买。买什么？我不知道买什么。你是买什么中古车没靠背？你是别哪一个真没啦？跟我讲啦，我带他打啦，我出力。哪天手上买？买什么？我说中古车。买车。凯奇宝贝扎小啊！你超恶的、欸。你之前不是在说人家？我现在又没有要买车，干嘛买？干嘛、啊？我到时候人家哪天手上买？讲啊。不知道。我们就是说他长得不错啊，怎么了？那他有？你现在机车没骑很久，干嘛？男生又没差，男生要有魅力。别修啦！啊，小天你在干嘛？不知道，等陈哲进呢。他说要玩什么鬼？找不到，小天我找不到游戏，放弃。我先找去。啊，不是有那个吗？什么抢银行那个、啊？那能玩吗？那个很无聊。微微、哦，作业吧，作业感太重了，不是一直杀人，一直杀人，就是要跳伞 ，H 1 D 王。微微不是，是不是那个西门那个？哦，过马。小天，你在邀请我吗？没有，他们没有玩哦。还不够玩哦？叠起来。我们要去上班，你不跟我玩一下吗？你知道我跟西门也是好妈鸡吗？真假的？可是他女朋友不是过马吗？不要乱讲话，你不要乱讲话。哎、欸，讲话注意点哦。啊，反正会那种会劈腿会什么杀小的都给狗看。哎、欸，你要开台讲话注意点。啊，我就不怕，又不是来挤我啊，那就算了。啊，做好也是啦。你要玩什么？你要跳伞啊？旧伞还是新伞？旧伞啊，我只剩旧的。队长，我好久没更新。新的我也不想玩、欸。如果现在想买的话，我也不想玩。玩啦、啊，新伞很好玩呢、欸嗯，真的。你打起来走路干怎么走啊？那走路很卡、欸，就是那样才比较好啊。看天，不是，你看，我就拐人家好不好、啊？是旧伞，你就跳下来，随便就捡到一把枪，然后就开始乱干别人。新伞跳下来捡到枪，你要用防弹衣，又要用头盔，又要用包包，捡一大堆补。然后还要捡瞄准器，